大家好，上午10:45了啊。这个最近啊，跳船的人很多啊。过去他们说这个中央高层啊，中国的中共中央高层有一个沉船计划。现在说这个没等着沉船啊，等沉了船再跳就晚了。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跳，是吧？不是说中国有几千个甚至几万个贪官吗？平均每个人带走1亿啊，然后都跳了。现在啊，不光是这些人跳，现在连很多船员也在跳，普通的船员啊。这有一个消息啊，近期发生多起海员偷渡美国事件啊。这个近段时间内发生了多起偷渡事件，海员。这个 CCS 纽约分社方面消息显示。这个 CCS 可能是中国船机社还是什么，反正是跟航运、跟远洋运输、跟国际贸易有关系的啊。该社辖区近期发生多起船员偷渡事件，涉及到美国墨西哥湾地区的。墨西哥湾就是美国南部吧，佛罗里达呀、德克萨斯啊、路易斯安那呀，是吧？美国本土的南部海岸。我看这个，我英文不太行，有一个叫 Lake 什么什么，Lake 是湖吧，Lake，后边是 Charles，还有一个叫 Mobile，啊，以及东部这我看懂了，诺福克啊，Norfolk，诺福克啊，诺福克，还有纽波特港。啊，也可以翻译成新港啊，纽波特啊，诺福克，诺福克也是个军港，这东部纽约、新泽西这一带啊，还有西部的长滩 （Long Beach），这我也看懂了，还有一个叫塔科马吧 （TACOMA） 等多个港口，他列举了南部两个、东部两个、西部两个，这可能也是主要的这个靠泊的港口啊。这个 CCS 说啊，因所有涉及偷渡事件的船东，在船舶到港前均与我分社建立了联系，并在事发后第一时间联系我部寻求相应协助。啊，上述偷渡事件均未引发滞留与 PSC 缺陷。没有引发滞留，难道是给人遣送了吗？美国不会啊，是吧？同时，该机构提醒，此类事件频发，对于中国船队的声誉可能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，可能导致 USCG 加强对于中资公司船舶的检查力度。中资公司啊，反正国际上这个船旗。船上要挂旗，挂的比较多的一个是巴拿马，一个是非洲的利比里亚，但实际上很多船不是这些国家的，挂这俩国家是为了方便啊。再次提醒各公司注意以下情况：一、公司应加强对于赴美船员偷渡风险的评估。通常而言，有偷渡倾向的船员。大多具有以下特点啊，看看啊，有四个特点，这种人就是偷渡的高危啊。第一，首次上船工作或长时间没有上船工作后，突然要求上船工作的。第二，单身或离异，工资要求全部汇到本人账户的。第三。在船工作期间不合群儿啊，就跟大家不怎么来往啊，很少甚至几乎不与其他船员交流的，有心事啊。第四，具有一定非法移民所需的劳动技能，如厨师、切配，切配就是白案吧，就是给人配菜的啊，就是厨师的下手啊，电焊、电工等专业技术的。有的人为了偷渡，他先学，在国内先拿点证书，是吧？厨师啊，配菜啊，
电焊呀、电工啊、维修啊、护理啊，他学点这东西啊。二，到达美国港口后，应采取严格的加强保安措施，主要包括一，如条件允许，梯口有那悬梯下船的地儿，应设双人岗，并将登记台安置在生活区的入口位置，主要用于防范梯口单人值班的船员自行偷渡。他值班他就跑了，要一个人站岗，一个人值班啊，并防止其他人员企图强行闯关时能够有效控制。一个人那人要跑他拦不住啊，就得俩人，相当于双岗。那军队那个哨兵有单岗有双岗。二，悬梯或登船梯不使用时应抬高抬起来，以增加未经授权人员强行登船或者离船的难度。三，我看啊，三，船上其他出口不应只使用插销从内部锁闭，而应使用实质性的控制措施，使用绑扎带或封条，确保未经授权开启后能够被第一时间被发现。这船员你别轻易下船，哎，你下船就得给他们设置障碍，要不然最近可能跑的挺多的。第四，船舶在美国水域靠泊或在锚地等待期间应加强巡逻，有异常情况，如船舷有不明绳索就拽着就下来了捋着，是吧，或锚链孔盖板被打开等，应立即排查全船是否有人员未经授权登离船。三，一旦发生偷渡事件应注意。第一，必须第一时间书面啊，要留下文字向港口当局报告，时间最好控制在发现偷渡人员后一小时以内，可通过本港的代理啊，有代理公司嘛，轮代货代啊，办理。如报告拖延时间太久，会被 PSC 调查时判定船方发现偷渡人员太晚或报告太晚，进而推定船舶保安存在缺陷。第二，报告必须明确是未经授权离船，且怀疑偷渡，并准备好相关证据等待调查。如描述 CREW MISSING 会被美国港口警方作为人口失踪调查处理，进而耽误大量时间。三，对于偷渡事件，美国移民局就是 CBP 啊 ，CBP 应该叫海关和移民局吧，还有 USCG 以及港口警察（括弧如怀疑涉嫌刑事案件），通常会执行联合调查。船方在调查中必须证明船舶的保安体系运行不存在问题，如无法证明或船上保安措施无法让港口当局满意，港口方面通常会立即滞留船舶，并要求船舶在保安体系得到实质性改善前雇佣武装警卫。第四，偷渡人员一旦被抓获，很可能会进行虚假陈述，例如是船长或大副安排其下悬梯看水尺，有一个看那个吃水的那个深浅的那个水尺，期间不慎落水，或自己在船上工作期间受到歧视或虐待等，以求开脱罪责。船方应对此有所准备，并在调查期间及时提供相关证据。另外，因中美两国存在语言、文化、司法流程上的差异，建议公司如在美国发生偷渡事件，可尽快与船籍社联系，以获得专业协助，以免因船方缺乏经验应对不当而导致船舶被滞留。
最近啊，不少往美国跑的多起，船员也要跳船了啊。但是很多船员他们也上外网，也翻墙，而且他们经常出国，所以他们也不会说什么受到虐待什么的，那是一方面。他可以说我对政治上是吧，我走政治庇护这条路，也有这样的，是吧？好吧，朋友们，就聊这么一段啊。